嗨，我是亚米爸爸。现在我们来玩 Traffic Global Play。很多车子开在道路上，我们来看看这游戏怎么玩。哇塞，这是青蛙过街吗？我是什么东西？好像小鸡哦。这也太长了吧，三条马路。好，那我要怎么过街？按这边，按这边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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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！ 安全，过马路啊，小鸡，猴子小鸡。好，再试一次。前面很简单。我需要可以按两边呢，为什么没有？好，只能用滑鼠去按两边。第一个很简单，它很像盒子小鸡耶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我需要灵活的应用上跟下。Go， 必要的时候要下。Go， Go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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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最后一个绝对不能大意。好，来两台快车过关。哇塞！中间那边好像很长，前面很简单，它不能左右跑。来，我们上去哦，一个、两个，哎呦，好恐怖哦！我好像在那里很慢，如果那里很快，我就完蛋了。最后三台车，绿色很快，蓝色比较慢，过关。又进来到第三关嘞。第37格，41格，这一条是慢的，这一条是快的，红色，它应该都是固定的，所以这个一定要，红色那个一定要快速，看太快了，红色这个一定要快速过，要不然的话就会被撞到，所以这两个都要快速。等他过去的时候，就要快点过去了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来看今天可以到最高到多少？不知道能不能到100层哦。啊，44，最好是44，我们就挑战到50就好了。Go， 快点喽，走喽！冷静下来，快点啦！太早走会撞到。等红色车一过，我们就过。啊！那啥呢？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，上去！等绿色车子过，我们就过。下一层。好，来喽！盒子小鸡对上盒子汽车，全部都方块的。棕色的，红色这边要快速过去，过去，快点！哦，它可以下，我都没用下，可是滑鼠好不方便哦。我要在车子很慢的地方那个地方等，来练习一下看看啊。这个比较慢，要快速过去，这比较慢，快速过去。20，来咯，23，蓝色的车子时快时慢的感觉，那样呢？
我刚刚到底怎么到四十几的、啊？很好奇后面一百多要怎么走？上去上去，哦，好快好快，不要撞我，小鸡！还一点点碰到都算呢。玩这个真的是很考验耐心。Go go go！ 我们不要在第一关浪费啊！哦，完蛋，我真的是越来越没耐心了。哦，抓准时机过去喽！哦，怎么是穿插的啊？他们都没有顺着走哪一边的，好难哦！而且这不能用键盘，如果只能用滑鼠的话，我根本没办法这样子。来喽！哦哦，过！有时候还考验滑鼠到底有没有按对。来了，终于回到四十级了，第三道关卡。这一次走完应该可以有五十吧。好，我要认真。四十一，五十，我要来了。盒子小鸡，你应该是小鸡。盒子小鸡过马路，加油啊！好，这一次认真。我找不到任何的时机点，因为红色那一台实在是太快了。对啊，我每次都死在这里，上次也是死在这里。哇！好，第二轮，感觉要一直线冲过去，应该就过了。Go go go！Go go go！ 这次好快就来到第三关了。过马路，好像有一个时机点是可以过得去的，可是第一道速度非常快。啊，上次也是死在四十四，这次也是死在四十四。难道 44 是我人生的一个数字吗？完蛋了，过不去了。其实很难去再按上又按下。哇，来咯，一口气直直的走过去吧，加油！Go， 过马路，如入无人之境。第一关很简单，速度好慢的车子哦。第二关，先上来一步，再上来一步，不行，啊，好快不行了。回来一下。过马路啊！啊，知道后面真的有难度啊！我有按，但是滑鼠跑掉啊。这没办法一口气按到底啊！哦，我精神耗弱了，不行了，河豚要放生了，就是到这样子啊。盒子小鸡最关，盒子小鸡这个游戏过马路最多到44关了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